好久见了，雪王给自己叫敲主题曲儿。根本就不是蜜月冰城音乐节，好吗？那是啥？这简直就是个蜜月冰城在自己后花园盖了个游乐场。为啥是游乐场？全是游戏。看飞盘游戏，规则简单，还有奖品。你玩就行了，反正我给你奖品。两个人才有一个，还没有玩呢。没有玩，那你再给我奖品。虽然是我们乐队的自我介绍，一个都不记啊。什么玩的就行，没关系，有意思。哇！我只比他略逊一筹。你去的，人家拿奖品了。我有一百个。行，还能拍一张照换一个冰淇淋。可以来个摆个 pose 三连拍哈，可以。三连拍可以送三个冰淇淋吗？换到冰淇淋了。好久见了，雪王给自己叫敲主题曲儿。我跟你说了吧，这雪王自己给自己开的游乐场。一来就看见雪王在那跳舞，现在看见雪王给你敲架子鼓。哎，我不管你们开不开心，总之我要玩开心。我今天是开心了。好多雪王啊，好像混了一个什么奇怪的。你不跟秘密摸，你跟老 K 我。秘密不理我。让我看看谁还没来过这个好玩的。